备点牛奶在家里面，吃早餐可以喝点牛奶。我放了有在里面了。有啊，有的那个，我买的是纯牛乳的，可能我们喝习惯了糖水了，我喝不习惯的奶。嗯，这里啊。不到这个先养一只牛了，先养一头牛了。这喝，这个是纯牛，全部都是牛乳来的，我喝不惯啊。不一样的吗？不一样啊，以前都是喝什么糖水。喝吧。喝不习惯。这牛奶差不多了。没有，它比纯牛奶多一股味道，奶味。这个好吃吗？很好吃啊，这个米糕，咚咚咚咚。今天太阳那么大，叫我们出去打包了。我想去看一下王皮。哎呀，一颗一颗剪下来，还要装盒子。好麻烦的，如果你带汁发的话，它会压坏的。那人家外地没有王皮啊？有一些外省是没有，那个运输成本很贵的，人工也很贵，而且那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皮是苦的。那东西吃的好而已。吃这个。我想看一下月饼，因为很多朋友问要去年的月饼，他们都说现在嘛，月饼还有两个月才到中秋节。提前看好嘛，看一下朋友们喜欢什么口味的，我们提前定制嘛。月饼不是都是在8月15前半个月这样子的。看朋友们喜欢什么，我们先定制，先准备好。这个我没吃过。这个你刚刚吃了。哪个？我没吃这个呀。我试一下这个什么味道，我没吃过。那你想回去卖月饼啊？我就回去卖，我是看一下先，不用回去啊。因为去年朋友们买过了，看他们喜欢什么口味。我看。他们都说为什么说有月饼啊，去年的月饼好吃，叉烧五仁的肯定是要有，看其他的口味嘛，蛋黄的我觉得也还行，也还可以啊。然后还有什么口味？那告诉你，那你还有水果口味吗？那你们去看月饼了，那我在这边发货了，反正你们去看了你买，又不是我去买。可以啊，你不跟我回去、啊，他准备看到奶奶了，等他卖的时候我再回去嘛。卖了我也不回去卖了，我这还弄做好了，这边嗯。那也可以，到时候看一下就买，我也想奶奶去看一下。很久，真的很久没看到他了。你说看老人家，我肯定愿意去了。你说我去看下月饼呢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。不用我去看，就是定好什么口味，定好什么。什么样子？你要什么样子的规格，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。